我们对待自然要尽我们的本分，尽我们的责任来保护它，来啊能够改善它，不要破坏它，那这个才是自然伦理。台湾地区呢，每年一到冬天就会有缺水的问题，而且呢一年比一年严重，最近呢甚至在春夏季节也会发生缺水的问题，很多的农地因此休耕，甚至影响到民生跟工业用水，影响的范围可以说是非常的广。那么让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我们究竟该如何来面对这个缺水的问题？在台湾缺水啊，很难想象，因为台湾的四周都是水，怎么可能是缺水的地方？而台湾经常啊有台风带来水患，怎么可能缺水呢？但事实上台湾常常会遇到缺水，三年两头啊会啊有缺水的这些情形，只要几个月不下雨，台湾就会发生水荒。其实像这样子的问题呢，我们到了中国的西北边疆去看一看，那这黄土高原呢、那缺水才严重了、那个地方那些地方的人呢，他们用水就像用黄金那样的珍贵，他们要用饮水呀、要从啊好几公里路以外的山下去啊挑水上来，不是用自来水的。而我小的时候啊，出家不久，我们在山上喝的水啊，也是从山下一担一担的挑上山的，还有呢是用雨天呢下雨的时候房子上的雨水就接下来一个缸一个缸的水缸啊把它存储下来的。所以说我们用水啊也是非常的节省的、我有一次用了一盆水在洗脸呢，我的师父就来几乎要揍我了，他说这个水你晓得一盆水很不容易的，挑一担水上来上山要花多少时间了、你这一盆水你看一看就去掉半担水了啦。因此呢水有的时候还是要节省，节省用水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台湾呢大家大概没有这个习惯了，现在我们抽马桶的水啊，这个一冲啊就是一大缸水就冲掉了，一冲啊就是几家人的水就冲掉了，这个是非常浪费的。所以说我们呢在台湾来讲啊，我是主张啊要节省用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节源节流，另外一个开源。我们现在台湾的水开源呢很不容易开出来，现在台湾的水啊这高山上的水都被污染了，一个是农业的污染，另外一个呢是从啊大陆来的叫做酸雨的污染，也就是一些工厂的这个空气的污染而变成了雨也变成污染了。所以像我们过去在大陆啊，这天上的水雨水可以吃，现在的雨水大概最好不要吃，这直接饮用雨水是有问题的。还有地下水抽了会抽空了的，最好地下水能够少抽一些，抽空了地下水这个我们那个土地啊会落尘的，
所以台湾的西部啊，渐渐地在往下沉了，还有我们台北市啊，也渐渐地啊往下沉了，这是因为地下水出的太多了的关系。所以我们将来台湾呢、啊，如果地下水出的多的话，这个台湾就不见了，就叫变成海里去了。如果我们这个专门靠这个山上的水回来又来啊，又不能够吃了。所以是说，现在台湾的水啊，非常的这个严重的。我是普劝大家呢，能够啊，节省用水，就是从节省用水，然后如何的能够啊，使得已经被污染的水，给它清洁，还有呢，能够使得这个水啊不要被污染，这个几个项目啊，来改善的话，我们台湾的水可能还会啊有一段时间可以有的喝，否则的话台湾的水越来越少。我们人不能离开水，离开水以后就有问题。那么站在一个佛教徒的立场啊，我们在过去世带来的福报是有限的，我们只要多用，用完了的时候，我们就是灾难就来了，不是说马上就死亡啊，就是在生活里边呢，就是这一些物质啊，就对我们来讲，我们没办法用它了，或者是呢用不到了。因此呢，节省是啊唯一我们呢马上可以做的事。至于要改善的环境啊，希望我们大家来共同的来努力，包括政府的，以及呢社会各界的。共同呢来努力的话，我们的后代可能台湾还有水喝，否则的话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人都有问题了，都要喝不下去。阿弥陀佛。简单天然纯素，法鼓山资深主厨教您做出充满妈妈味的米料理，简单的米饭也可以千变万化，让家人吃出感恩与欢喜。可以说是台湾地区民众胸口永远的痛，大家不断的大量制造垃圾，但是呢却又不同意垃圾场跟焚化炉设立在自己家的附近，结果是垃圾越来越多，但是呢却没有办法消化处理，因此呢有人说台湾迟早会变成垃圾岛。那我们究竟该如何来面对这个垃圾问题？我们又如何做到垃圾减量呢？让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我记得我的时代，在我们的寺院以及我们的乡下，这垃圾不是问题，也根本没有垃圾。我记得我们家里的垃圾堆根本就是一个肥料堆，就堆肥。垃圾堆里边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啊，菜根、菜叶子这些东西更不需要有什么处理，而且这个就是啊，作为农耕种菜的时候的肥料，我们叫做堆肥。我的山上啊也没有垃圾，为什么没有垃圾呢？因为我们用的东西啊不会变成垃圾，这个破了的、脏了的、坏了的东西可以把它变成了柴火来烧，那就不是垃圾了。也破了的东西就像衣服啊，破了的可以有回收，拿着去做纸啊，做什么，
去回收，也不是垃圾。生活里边呢，好像不产生垃圾，也并没有啊，一样东西啊，说是不能处理的，能够烂的就放在垃圾堆上去，不能烂的，所以还是好好的，就可以丢到火堆里边去啊，可以把它取火的。所以是我不记得我的山上啊有垃圾，我不记得我的书家我的家里边呢有垃圾，没这个问题。但是我到了上海以后呢，就发现有垃圾了，因为上海没有堆肥这样东西，所以是呢，这厨房里出来呀、啊，有蛮多的垃圾，这里边包括什么呢？包括那个吃不完的东西，这个剩下来的剩菜啊、剩饭，有这些东西来了。那么这些东西呀、啊，如果在乡下也不是问题，乡下不可能呢。吃不完的东西会丢的，这个是冷菜、剩菜、剩饭，继续的吃，没有问题的。可是到了上海呢，就这个生活比较啊，这个好像是奢侈一点，吃不完的东西，第一餐吃不完就丢了，那有的留下来，到第二餐吃不完，第三餐会丢了，因此呢，就是在市区里边。就这些垃圾就多起来，那么到了台湾呢，那我们渐渐的就看到垃圾更多了，特别是那个塑胶制品啊，越来越多的时候呢，那个垃圾就越来越多了。那么现在我们台湾呢，每一个家庭每天呢丢出去的垃圾啊，这是相当多的，认为好像是啊，就是这包起来就往外边一丢啊。就被这个垃圾车装走了，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其实这些东西并没跑掉，还在台湾。这些东西都在台湾，在哪里呢？听说台北县有个福德坑，那个福德坑并不是无敌的坑哦，它是会满的。它丢满了以后，那个地方还找另外一个地方去丢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垃圾呢是没有办法叫它消化掉的，没有办法叫它变成回到自然去的，有许多东西是这样子。因此现在呢，就是垃圾分类啊，垃圾的回收啊，垃圾的这个焚化呀，这些问题都渐渐的非常严重的呀，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所以我现在呢，这是希望啊，大家能够少制造垃圾，吃的东西吃不完的少买一些，少煮一些，少这个在餐馆里少叫一些，那能够煮了以后吃不完的能够留到下一餐再吃，或者餐馆里吃不完的带回家去再去把它吃完的。还有呢，我们的用的工具用的器具尽量的能够重复使用，能够继续的反复使用，这是啊，或者是呢连续的使用，不要啊用过一次以后就丢，用过一次以后又丢，这样子的垃圾呢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台湾呢将来到有一天呢可能都变成垃圾山了，这个不知道丢往哪里丢了。还有垃圾如果不好好的处理啊，就对着那个地方就变成河流里边的污染，泥土的污染，水质的污染，然后游到海里边呢，海边的也就是说的污染，海里边的鱼也会啊因为我们的垃圾啊而中毒，鱼不只说不能吃，而且他们就是会害病。因此呢，为了慈悲自己，为了慈悲众生，为了自己将来活得能够啊还能够继续活得比较舒服一点，少制造垃圾，这个是啊非常重要的事。阿弥陀佛。
方便这个两个字，往往被误用。本来就是方便的意思呢，就是用方法，用我们的智慧，研究出方法来，让我们呢便利自己又便利他人，那叫做方便呢。这个本身并没有问题啊。如果用方法来便利自己，结果使得人家困扰了，或者用方法来便利自己一时，结果制造成了长时间的后遗症，这个不叫做方便了，这叫做自害害人。我们常常听到有这样子的一句话，方便一下。既然讲方便的话，那什么地方都可以方便的，随时随地都可以方便的啊。这个方便以后呢，就是为其他的人带来麻烦，带来后果啊。那我们呢，人类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啊，由于商业的利益，也就是商人呢，或者是发明家，他们考虑到的如何的赚到钱，如何的把这个商品呢，这个不断的能够啊，有新的东西，新的东西，新东西出来呢，让人家感觉到很便利。这个本来是应该是造福于人群的，这发明家的智慧能够这个对我们社会啊增加福利，减少人力的这个浪费。那我现在许多的这个工具啊发明之后，就是工业化以后啊，我们的人工就要少用很多，都用机械来做了。可是机械虽然代替的人工而制造出许多许多的呀产品，而产品出来以后用完了，还没用旧，还没用坏，那新的产品又出来了，因此呢就一批一批的垃圾越来越多了。那我看到就是像大都市纽约来讲，如果几天没有垃圾车来，这垃圾的问题也是蛮严重的。不过呢，在西方，在日本，他们的垃圾不会拿出来，不会的说垃圾车不来啊，他就把它丢在外边呢，就是让它去这个散放在外边呢。如果散放在外边，会受处罚的。那么我们呢，因为家里边的垃圾太多了，你放在家里边呢，又臭又脏又乱，那干脆丢出去，丢出去就变成了公害。所以现在制造垃圾的问题是非常的严重，能够啊少制造一分一斤或者是一两垃圾，那就是一份功德。那过去的人做功德呢，说我们要奉献呢，我们要帮助人呢，其实现在呢，我们呢能够少制造一点垃圾本身呢也是一份功德。为什么？我们垃圾拿出去就是污染我们这个世界，污染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这个社会生存的环境呢空间越来越狭隘了。如果我们的垃圾制造的太多，我们不知道放哪里去。所以现在的这个机械的文明制造出来的种种的不仅仅是塑胶的东西，除了塑胶的化学品之外呢，还有种种其他的东西啊也在制造的，就是用纸气制造的东西也是一份呢、啊、污染了。有的人呢就是说把它烧掉，烧也是一份污染了。现在我正在推广了、啊、推动了、啊、佛教徒不要烧冥纸，不要烧纸钱，
而且呢，我也主张呢，寺院里边少烧大捆大捆的香，减少浪费。实际上，这个就是功德。这个功德从哪里来？就是为我们社会少制造污染，为我们的自然少这个浪费资源，这个留给我们的后代的子孙呢，还可以有机会用。我们这一辈子当然该还可以活下去，如果我们尽量的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我想我们这个地球还有多少年能够让人住啊，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呢，为了将来我们还希望到人间来，到我们地球上来访问，或者是到地球上来生活的话，或者到地球上来度众生，那我们还是希望这个过简朴的生活，少制造一些垃圾。自然的环境里任何一样东西的，就是跟我们这个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呢，都是息息相关的。这个自然呢，是我们大的身体，每一个人共同的身体。